服吧。我这一间跟那一间终于出动了，哇，真的是好热。好，我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，好吗？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天要透过牧师给我们的讲道。我们也一起来举手赞美我们的神，透过我们的敬拜，能够让神呢得着他应得的荣耀。透过我们的诗篇来朗诵之后呢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我们一起好吗？众臣们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众臣们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诗篇24:7-10。
不会唱。那下一首歌是这一个月的新歌，所以我们在唱的时候，希望各位能够跟我一起来唱，如果你会的话。
让我们今天是预备着什么样的心而来，要来领受今天的敬拜，要来领受今天所有牧师要传给我们的讯息。让我们透过一样要透过诗篇，因为我每一次在沮丧的时候，在服事真的很重的时候，我走不下去的时候，是很多时候我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我知道他永远走在我前面带领着我。或许今天的你也有很多的重担，但是交托在神的宝座前，他要带领着我们走今天、明天、后天每一天他保守的道路。我们透过这个诗篇一起来称颂我们的神，我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大家一起好吗？因你本为善，我们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们要称谢万神之神，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们要称谢万主之王，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称谢那独行大骑士的，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，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，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诗篇136篇到6节，那各位请坐。